看一下第二间在这个 Mountain View 这里的 property。 那 Erica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像这样的一个 property 它是比较像是一个小区的一个形式，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形式是你们这边通常叫什么一个类型呢？ OK， 这个房子我们叫做 townhouse、那所谓的 townhouse 的话就是共度屋，然后它的垂直上下是自己的，然后左右是别人的。那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叫 condo， 那 condo 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上面或下面会有别人，所以 townhouse 比较独立。哦，了解了解。所以它简直像这边这样的一个区，就是它小区的一个入口的概念。对，一个公共区。了解。好，然后这一间房子它所在的位置在 Google， 我们一起走吧。对，在 Mountain View 山顶层。嗯。那就是 Google 的总部所在地。嗯嗯。对，那也是过去三五年里面房地产一个爆发的一个地方。哦，就是因为 Google 它的对，因为 Google 的股价一起爆发，一起爆发，没错没错是。然后他们不停的那个招聘员工，然后不停的有人要从全世界各地最精英的人才，对，最精英的人，真的是真的，对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好，对，它是最神的。我们现在就一起跟 Eric 一起进来看一下，我们在位置在 Mountain View 这边 Marrick Way 上的这个house， 哎，算什么 ？Townhouse。好，我们一起进来吧。好，那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有一个挑高的living room， 就是客厅。对，它是挑高，算是一二楼一起算了。对，它等于是做一个开阔的空间的概念。嗯、对对。然后我们往这边来看，这边有一个厨房，还有。哦，他这边也有他自己的很可爱的 balcony， 嗯哼 ，garden 小 garden， 对。然后他的厨房也是，就是相对的开阔厨房，哦，对，然后上面开放式厨房，对，这个是石英的，叫什么？这个是那个酒是买来跟我们一起喝的吗？哦，还有面包，真的是真的面包，是真的面包，应该是真的面，有点，对。然后这个也算是他们那个 deco。美国公司 Furniture 公司帮他们配的，没错，很认真，真的很认真。是，然后他采一个白色，然后温馨明亮的一个设计。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一下他的房间。好。像这样总共是几房几位呢？这一间房子的话是两房两卫，两房两卫，1400出头尺。1400出头尺，算如果除以那个35.58的话，大概就是算差不多42平，差不多42平。好，然后一二楼这样加起来，这个一楼的房间它也是一样，有一个挑高的，叫什么空间空间，然后也是那个很认真跟人家借的家具来摆摆。这个的话相对便宜了，如果说以这样的。大概3000块的摆设，哦，因为钢比较大，了解了解，是。然后它的厕所的话，会比刚刚的好，因为这个房子还是相对比较新，嗯，是比较新一点的房子，有哎，它的厕所，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也是 Deco 公司帮他弄的。哦，没有，这个是原配，这是应该是他们自己做的。我想说，到时候不会自己拿走吧？就是买、哦、不会的，买了房子之后，这个也没了。对，这间房子是1982年盖。198，算比较年轻的就对了。对，相对年轻。1982，这边你常常可以看到1950几啊，1930几。我绝对不会说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就比我们年纪稍微老，就是老很多了。老很多，是是是。到一个小小的那个办公的空间哦，我蛮喜欢这里的，你知道，就自己可以 isolate 在这边，有一点像小书半开放小书房吧？对，应该是这样。嗯，好，然后再接下来就进到它，小心台阶。可以。还算大，算蛮完整的一个，蛮大的一个主卧室，对，也都不错。真的耶。好，然后你看一下它的这个主卧室就会比刚刚我们去那个 Palato 看到的主卧室好一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蛮喜欢它这个琉璃台的，就是蛮 Marble， 这个是就是大理石，对，就比较现代。真的，而且我只能说厕所 view 是很好啊。嗯哼。就方式给别人看，给自己看。那我们刚
刚有说这总共像这个也要大概卖这边像这样的一个地段，但 Mountain View 它离 Google 如果实际上开车大概是多少距离？因为 Google 它实际上没有一个就是主要的哦，对，它有还蛮多，它就是蛮多的，对，错落，对，他们也是有主要 campus， 但他们有蛮多就是错落的，对。但是相信在 Google 这附近10到15分钟开车，那其实这样很近的，以美国的距离来讲是非常非常近，就甚至可以开骑脚踏车就可以上去，对，就不用上班。没有，就他们去那边也是学习、啊。对，你也对。对他们每天也可以骑那个 Google 脚踏车嘛。没错没错。那这样他这样这边的总价或是他的list 价格就是标售价。120万。120万，120万美金大概就折合台币大概3600万。如果以3600万算，假设我们实际使用算42平，那如果我们真的反正到实际使用42平的话，你这样算起来大概不到85万。85万。对，85万。那如果你硬要再算。对、啊，如果我们硬要再把台湾那种公设就市场 market 来比较的话，其实不到85万。没错。对。哦，但其实这样可以 enjoy 像这样一个真的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家里，就是家庭的一个空间。对，然后它的总价相对没那么贵。对。有些人 townhouse 的那个总价会跟那个就是你叫 single family house 租栋会大概差几成？差几成哦、喔嗯？大概有个 average 吗？3到5成。哎呦，到5成哦、喔。3到5成。哦。对，因为你到 single family house 的话，你等于是土地是自己的、嗯，而且空间比较大，比较好使用。嗯。对，那通常是小朋友比较大一点的，就会属比较喜欢那一种。哦。那这种 townhouse 比较属于就是刚结婚、嗯、还没有小孩或者小孩子还小的那种家庭。哦，了解。对，是。嗯，好哟。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再来看另外一个，可以叫豪宅吗？算豪宅吗？还是觉得还好？我觉得还算是非常算不错，算市场上算是漂亮的，算是漂亮，非常漂亮的案件了。是，因为 townhouse 来说，超过100万就是算是蛮豪华的。哦，明白明白。好哟，很高兴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 Mountain View 这边的 townhouse， 那就感谢大家，感谢 Eric， 拜拜。